因春晚走红，又因春晚被封的十位明星，第一位剃不见。春晚走红时乱说话遭到封杀。第二位毛阿敏，春晚走红时候偷税漏税遭封杀。第三位郭冬临，大庭广众之下说十个河南九个骗，直接被封杀。第四位杨钰莹，赖昌星出事后被封杀。第五位毛宁，春晚走红后因为绯闻太多被封杀。第六位曹颖，央视春晚主持人因走私话被封杀。第七位朱时茂，春晚走红后与央视打官司被封杀。第八位林平，春晚走红后得罪央视被封杀。第九位刘谦，给日本人下跪被直接封杀。第十位董文华，春晚走红后和别人走私被直接封杀。